阿兄在外口，早都已经有别的查某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有这种的车祸，这是天公伯安排，要等一届机会，我一定要跟伊做伙离开家。 开始我是人先生，你拍算放弃这个家，甲伊查某做生活？对，已经等我一句话。哎呀，阿嫂当往生了，你就选择别人。你唔通袂记呢？恁两个结婚的时阵是咱进行在证婚的呢。又该安怎？就算讲是使替我证婚，敢就会当保证我的幸福？ 我对你阿嫂早就已经无感情了。阿金啊，你那里要帮的唔管哦，啊！所以文杰，阿兄要拜托你，以后家人该用这个囡仔，就交代给你照顾。 伊当阵，伊两个兄弟阿细汉，我真正不忍心甲因讲，新爸爸袂伫。即马家伦甲伊伦都已经大汉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回忆一下要代志的真相？毕竟文俊是因为亲生爸爸。爸爸。 你认为伊敢有资格做人的爸爸？爸爸这两年伊打袂起啦，话走就走，把所有责任拢担在了我。我一个查某人爱娶两个囡仔。嘉伦，报警一点！我拼死命做事，四界总下开，甚至连照顾伊文，我都要去拜托美秀，教我爱照顾一个查某囡仔应该注意的代志。 真正做人生要做好一个爸爸，我嘛做想要做好一个妈妈。我有我的烦恼，我迄个自细阿兄都一天就回来，会将因两个兄妹仔带走。三公，迄当阵的我，爸爸妈妈无伫啊，三爷也走啊。 阮阿兄阁分袂这个家，心爱的人嘛走，这两个兄弟啊，自然就变成我性命的全部，所以我不准任何人将因抢走，包括因爸爸嘛同款，啊，你知影无？